針對高效能平台同埋超頻玩家，尤其需要組裝多片高階繪圖卡，組成 SLI 或者 Crossfire 平台，以及為超頻平台提供穩定嘅供電。Cooler Master 為旗下 Silent Pro M2 系列電源器，追加 1500W 型號，採用雙路 12W 輸出，能夠提供強大電源，支援 SLI 或者 Crossfire 運作，配合靜音風扇，同時提供寧靜運作表現。Cooler Master Silent Pro M2 系列最新追加高達 1500W 功率輸出的型號，採用雙路 12W 供電設計，可以提供 70A 和 55A 輸出，合共提供 960W 輸出，能夠滿足高階遊戲平台的供電需求。而且 Double Layer EMI Filter 設計提升供電穩定性，支援高達 88% 或者以上的 AC to DC 轉換效率，並且取得 80+ Silver 認證。電源器採用半模組模組化設計，半模組線材採用扁平設計，方便用家能夠更有彈性去管理機箱線材整潔。而且 PCIe 繪圖卡供電接口數量亦都十分充足，分別提供6個8片 PCIe 接口同埋6個6+2片 PCIe， 確保有足夠接口為多片繪圖卡供電。打開電源器外殼之後，可以見到電源器內部結構採用日系電容同埋 EMI 濾波器，輸入電源部分設有不少 X 電容同埋 Y 電容，更加設有多達4伏420W、270F 電容，亦都內建多重保護設計，提供 OVP、UVP、OPP、OTP 同埋 SCP 等保護。電源器更加設有銅同埋鋁嘅散熱器，加快帶走內部積熱。Silent Pro M2 系列主打靜音運作效果，電源器採用 135mm 散熱風扇，風扇擁有11塊扇葉，可以減低需要高轉速產生足夠風扇量而引起的聲噪，讓電源器在運作的時候將聲噪進一步下降，以達至靜音效果。